将把将涅槃经里边讲呢，就将行你的宝藏、烈士的格都，就像贫穷的人啊，贫穷的一个女孩子啊，小乞丐、小乞丐头啊，但是他家里有一个宝藏，他不知道，结果去当乞丐了。烈士的额头上有一颗珠啊，很值钱。但是在宝藏没有开发之前啊，虽然有啊，事实上跟没有是一样的。六道的众生都一样，都具有这个宝藏，都具有如来智慧的德相。但是学佛修行啊，就是要把这个宝藏开显出来。否则虽然有，其实跟没有是一样的。所以众生呢，流转在六道的轮回之中，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。宝藏轮回之苦啊，不断的向外追逐，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宝藏啊，没有能够开显出来，所以我们才能活得很辛苦。那么在六道的众生中啊，也唯有人的身份。也唯有人的身份，也唯有侠满人生啊，才是开解我们这个生命的无尽宝藏的最好的身份。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说这个人生，人的身份，侠满的人生啊，既有就是重大的价值，重大的意义。其实这个就包含着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生命内在啊，拥有无尽的宝藏。而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们跟一切众生是相同的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呢，因为也唯有人的身份啊，才能帮助我们，就是开发、实现、开发这个宝藏，实现生命的、人生的最大的价值，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。所以这也是侠满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所在。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身份，我们将要又要长时间的继续接受轮回，继续接受轮回啊，还有不知道哪一天啊，再有出头的日子啊。其实想想发到的痛苦，其实也是蛮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在下面道次第二里面就会讲到发到的痛苦，包括整个轮回的本质啊，都是痛苦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就是想满的加满人生的大义，重大价值，这个是一个方面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这个身份，可以帮助我们解脱轮回，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无上的佛果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
圆满人生啊，它也具有现实，就是现实的价值，现实的价值。那么到这边下面就要讲到，它不仅仅具有究竟的价值，同时呢，它也具有现实的意义，现实的价值。我们看到此地，我先讲到入行论云，得如是行侠，而我不修善，岂更有极子教此由移民。入行论就是入菩萨行论里边啊说的，得如是闲暇，我现在得到如此的闲暇，就是暇满人生啊，就是这么有价值的，这么稀有珍贵的，这么稀有珍贵的身份啊，而我不修善，而我却不修善啊，不懂呢去修善，这个善呢，包括世间善啊，到出世间善，岂更有愚者教此由于你？哪里还有其他东西比这种损失，比这种做法更愚蠢的呢？就是如果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想法人生，我们不能很好的修行啊，不能够利用它来改善我们的生命，不能利用它来完善我们的生命啊。那么哪里还有其他事情比这个更愚痴，这个损失更大的呢？又云，还是入菩萨行论里边说的，难得有一生，由何而佛得？如我弟子矣，后人作第一，如为造所迷，于此我无心，我何其愚鲁，何物自是我心。这个内容啊，跟前面啊，大体还是相似的。难得有一生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想满的人生啊，是非常的难得。这个想满的人生呢，它是属于有一生。什么叫有一生呢？就是有一生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生命的最大的价值。它是蕴含着重大的意义，这样一种身份，由何而获得？我们得到这种身份啊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在我们无尽生死中啊，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轮回里边，偶尔因为有一些善行，所以才能使我们活得，因为这个善行啊，才使得我们活得这样一种身份。如我弟子矣，后人做第一。如果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身份啊，它对我的生命的重大意义，对我的无尽生命轮回中啊，它所具有的这个重大的意义，我已经认识到它的价值了。可是呢，我还是不懂得修行，还是不做非为，行恶，不做善行啊。那最后呢，还是堕落到地狱里边去。如为造所迷，以此我无心。那我这个是不是被造给迷住了？被造给迷住了。我怎么能这么无心？
心呢？就像没有心的人一样，我已经知道这个价值了，知道这个身份的价值，这个身份啊，对我的生命就有这么高的价值了、啊，我还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没有心的人呢？所以，我何其愚鲁，何物是我心？我怎么这么愚痴呢？这么鲁莽，这么愚痴，究竟是什么？什么力量使得我会这样子？这个要问自己哦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肯定可以根据这个技术来责问自己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很多人，世界上的很多人啊，但是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个狭窄人生的重大意义，那他不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人生啊，这个也可能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们很多学习佛法的人，我们经常会讲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但是还是每天啊，在这个生活中每天忙一些琐事，为了名闻利养，为了争名夺利啊，难以从这个凡夫心里边走出来，难以从这个贪嗔痴的这种疾病里边啊摆脱出来，心情苟且啊，日复一日，到了临命终时，这生死啊，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，就是非常的可悲。原因还是因为，就是我们的凡夫心的力量太大，凡夫心的惯性太大，所以整个道生命来修行呢，念死无常，念三恶道死，就是要帮助我们从这个凡夫心里边啊走出来。因为如果不念死无常，不念三恶道死啊，我们就很难生于紧迫感，我们就很难生于紧迫感，我们每天就会接触一些很现实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认识到无暇，尽管认识到无暇，尽管认识到这个狭窄人生的重大意义，但是也还是要通过观修。这个道次论讲的观察修啊，它就是帮助我们调整心情。因为如果不通过观察修啊，我们是很难从凡夫心里面走出来的。所谓江山易得，秉性难移啊。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啊、妄想啊、情绪啊，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他是如此以来的积累，他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。你要从这样的心情里面走出来啊，那这个就是要通过观修、观察修，不但要通过环境来调整自己的心情，通过特殊的观想来调整自己的心情，否则是很难的，很难。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，一方面它需要有如法的环境，一方面需要通过正确的观修啊。如果没有如法的环境和观修啊，我们想要从凡夫心里边走出来，事实上是很难。如是。非彼观待究竟有大意义，乃知即对见性善必生，即造用正处圆满心，修十戒忍者必须依于此身，乃必修习之。若即得此具有大意之身，而不造业于彼，见为恶事善于努力者，则即至宝洲。空扫而返，岂不哀哉？我们现在
所得到的这个圆满的人生，不仅仅是对我们佛的这个人生的究竟的意义有极大的价值，同时呢，对于我们佛的这个善趣之身啊，就是人道的身份还是天道的身份，以及这个就是现实的一些福报啊，也都需要有这个假满的身份。所以说，如是非顶观待究竟有大大意，这个身份不仅仅对我们佛的究竟的利益啊，它有极大的价值。同时呢，对于当时及对于现今的善知识，就是对于现在百姓们，就是这个未来我们教佛的人生，人道的身份，天道的身份，也需要以人的身份啊，去推之普贤，持戒啊，修行啊，才能活得这个善趣之身。所以当知即对于现尽善趣身及少用正熟圆满之因，修持戒忍等一机于此身，乃至修行。就是对现世的生，这个我们现有的人生啊，人生活的各种福报，比如财富啊、地位啊、政府圆满啊、供养丰厚啊，所有的这些福报啊，那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那也是要通过你这个假满的身份啊，修什么呢？修持戒忍，修布施，持戒忍辱，就是也要有这个圆满的人生啊，去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因为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才能感得我们现世的这个善趣之身，以及我们现世的福报。少用就是指，衣食住啊，正熟啊，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呀、啊，师兄师弟呀、啊，这些都是属于正熟的范畴。那么少用正熟的圆满啊，也离不开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之因。若记得此具有大义之身，而不造业于己，现为恶事，善因努力者。如果说我们得到现在的这个圆满的人生啊，而不造业，造业就是白天黑夜啊，的修习善法，就是为现在和未来啊。的这个身份，这个意义和价值啊，努力修习善因，则如既至宝州，空扫而返。那么就像你到了宝州啊，你已经到了宝州了，但是呢，你空扫而回来，一样，岂不哀哉？那岂不是？太可悲了，就是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份，我们不能用这个身份啊，很好的为我们未来的生命啊，为改善我们未来的生命啊，努力啊，那这个岂不是损失很大？所以这个圆满人生，它的重大意义啊，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究竟的意义，就是成佛、成就解脱、脱离轮回；一个呢就是现实，
人间有漏，人间有漏的这个福报啊，它帮助我们成就人间的有漏的福报，它也是要你这个圆满的人生获得。那下面呢，就进一步讲，就是思维难得，就是这个身份啊，是难以得到的。那我们经常讲，人生难得，究竟怎么难得？戒经云：人死之后，作恶记者，多如大地。生乐趣者如少如短善财，所谓人生为善恶二趣中极难得者也。这里里面一个戒经里面说啊，他说人死，人死了以后啊，就是堕落到恶趣里边，三恶道里边啊，这个多了像大地的土那么多。而升到乐趣的，乐趣当然也就是这个三种善道，有三恶道、三善道。我们这六道里边啊，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是属于三恶趣。那么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天道属于三种善趣。那么生到善趣的众生啊，就像爪上的土啊，就像这个指甲里边的土那么多。你看大地的土和爪上的土啊，这个相差就是很悬殊。我们现在觉得人很多，但是人如果真正跟动物相比啊，那还是很微不足道的。我们看山里面的一个蚂蚁窝，一个蜂窝，有多少动物，有多少生命，所以真正跟人道的众生啊，跟这个山海道的众生比，跟畜生道的众生比，这个数目其实还是很悬殊。所以佛经里面有讲到，得到这个人生啊，就像这个蛮龟钻木孔，蛮龟啊，就是家里眼睛的龟，这头啊要钻到在大海里面挑的一块木块。要把头啊，要转到那个喉咙里边去，就是这个机会不多。所以只为人生中善恶二趣中极难得，所以说这个人生啊，在善恶善道二道里边啊，是特别的难得。这个佛教呢，跟其他宗教是不太一样的。像基督教啊、天主教啊、伊斯兰啊，其他宗教他们是以天堂为究竟，以天堂为归宿啊。不过天堂啊，一定是比我们人间要过得快乐，过得幸福。从过日子来说，人间好还是天上好啊？那过日子嘛，当然是天上好了。但从修行来说呢，那就是人间好，就是。所以这个苦啊，有苦
有苦才能发起出离心。天上的人没有，他容易安住在执着在一种快乐里边，他不会升起出离心。所以人道呢，从这个成就智慧呀、成就解脱啊，以及这个发菩提心啊，人的身份是最好的，人的身份是最好的。所以就是佛教呢，就是特别这个重视这个人的身份。哎，诸佛世尊啊，都是以人的身份而成佛的。看下边，何故？彼何故如此难得？为什么人难得？为什么说人生难得？为什么说这个乐趣呀、啊，就是三种善道不容易得到？如四百寿名，那四百寿一部论里边讲，人之大多数执持不善，彼是诸欲生。定多气恶气，为什么说人生难得？因为得到人生啊，是需要有三善道之因，也就是人生的得到不是没有因啊，他必须是要五戒十善，他才能得到。就是人生，但是我们看看啊，现实中的人啊，恶的行为多还是善的行为多？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社会，我看今天社会上的人啊，行善的人很少，有善心的人很少，但是有良心的人啊。不多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就是现在的人啊，现在的人的行为是没有准则，没有底线的，因为长时间以来的这种唯物论的教育。我们过去中国人，他学儒家的，他有儒家的做人的道德准则；信佛的，他有佛家的做人的道德准则。那现在既不信佛，也不信儒家，然后再不信共产主义，那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当然现在的人也不是没有准则，现在人准则是什么呢？利益就是他们的准则，利益之所在，唯利是图啊，为了佛的利益啊，可以不择手段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有毒，我们的食品，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啊，都是有问题的，这个它的卫生啊，根本就不过关的。空气有毒，空气被污染了，河流也有毒，整个大自然啊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。人与人呢？关系有毒，你真正就是很多人啊都很复杂的。为什么？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成人性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良心全被搞死了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就是人的心有毒啊，三毒啊，贪嗔痴啊。因为人的心有毒，所以啊，这个世界心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啊，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有毒的。所以心净在国土净，心垢啊，这个国土也就有垢了。所以我很担心啊，这个社会啊就这么折腾下去了，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人中大多数执持不善品，多数人呢、啊、都是执持不善品，都是他们都是以贪嗔痴啊，行杀盗淫妄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着贪嗔痴的世界，充满着杀盗淫妄的世界。以世俗一生，定多弃恶趣，因为执持不善品嘛。那么自然死了之后，哎，那么一定要堕落到三恶道里边去的，不是不持戒，哎，这种不善的行为，他自然是要堕落到三恶趣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要升到善趣，那么就要以五戒十善，根据善的善趣中品价值。所以此为人多人等多数造十恶业，与世而堕恶趣故。因为人啊，多数人啊，都在不断的造作这种恶业，所以多数人啊，这就决定了多数人啊都要堕落到恶趣缘去的。所以难得啊。所以说人生难得，难得的原因是因为行善的人不多，拥有善心的人不多，不是因菩萨前若己称贵，谁取第一三啊，其君一一结束，无一无间意。而此生中现有从多生所积聚之重罪，既然尚未造果，又未加以对治坏灭，必须多结五一恶趣，此何待也？这个不是，即菩萨前若请称贵，谁取第一刹那，悉心一一结处数，处无间。就是如果一个人啊，对菩萨，发菩提心的菩萨。身体嗔恨心，随即第一刹那，就是说每一个刹那，在这个生嗔恨心的过程中啊，每这个嗔恨心每一个刹那的嗔恨心啊，居心一一节处无间狱，每一个刹那你就要有一节的时间啊，做得到就是无间的地狱边际。这个就是讲，在我们这个无尽的生命中啊，因为我们造的罪呀、啊、太多太多了，而每一种罪呀、啊，都会使我们这个长期的沉沦。这个普贤行里边讲呢，
这个众生的罪业啊，如果有形象的话，性虚空啊，性虚空现法界都不能容纳。那《地藏经》里面讲呢，圆弧提的众生啊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无明中的众生呢，我们在无尽的生命中啊，我们不断的都，我们不断的总在造业，而我们造的这些业啊，一旦因缘成熟啊，它都要包含结果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下面会说到，就是这个业决定之理，业不做不造，业做与不辞，业不做不得，这你做做的业，它都要受报的。那么这个业里面呢，有轻有重，有轻有重啊。那么像这种重业，像这里比的就是一种重业的，对佛菩萨啊，哎，像你这种嗔恨心，那么这个业力就很厉害了。像无间业，这个也是属于无间业哦，这不太是嗔恨心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像无间业里边所说的出不生血啊，哎，杀父杀母啊，那么这些业啊，力量都很大，而且业还会增长广大。你造了业，不是你造了多大，将来结果就是多大，不是的，它会成倍成倍的增长，几十倍呀，几百倍呀，几千倍呀，它会增长。哎，大家听起来就很可怕啊！其实也不用可怕，直接还可以忏悔的。而且如果你一旦你见到了，你把这个业的基础啊，就是祸给摧毁了，这些业啊，就像被堵那个种子被堵过了一样，它就不起作用了。所以才有那些这个。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很多比丘在佛陀的言下当下见的正道，或者当下正的阿罗汉果，就是说明业虽然是广大无边，但也有办法呢，在短时间呢一下子就把它解决掉了。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掉，肯定他们就没有办法正的阿罗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不要被业啊给吓着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没有通过修行，每一个业啊，每一粒种子啊，它在我们生命中都有巨大的力量。就像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心念，嗔恨心啊，或者贪心啊，它对我们的生命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在你没有产生对治之前，在你没有力量去对治它的情况下，它对我们的伤害都会很大的。如果你有力量去对治它了，其实它是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但是因为能够懂得对治业，能够懂得修学佛法的人毕竟不多。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佛法，那我们的确要感觉到这个业啊，它是非常可怕的，非常可怕。那么得此分中见有从多生所及于之重罪，既然尚未造果，而又未加以对治坏灭，必须多劫苦役恶趣，此则待解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在我们无尽的生命中啊，我们积累了很多很多的重罪。那么这些重罪呢，这些很多业力啊，他都没有招感过果报，都没有招感过果报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又没有通过修学佛法对这些业力啊进行对治啊，
那么既然没有这一次，那么这些业力啊，它将来一定是要遭感受到的。只不过现在是因为因缘没成熟，因为任何一种业力的成熟啊，它都要有因缘的缘起法嘛，都要有因缘。那么一旦呢，因缘会一直果报还自造，一旦因缘成熟，那一定就要造报了。那么我们所造的这些恶业啊，如果一旦因缘成熟啊，那么我们一定是要，一定是会堕落到三恶道里边去的，那是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若能看除旧恶，还此心道，则分善气不足为难。如果我们能够看除旧恶，能够通过忏悔，通过什么对治忏啊、依止忏啊、这个实相忏啊、无声忏啊，通过各种佛教的忏悔的方法，来对治这些旧业，那同时呢，还止心造，不要再造新业。业的增长啊，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造，所以才使得它的力量越来越大。重复啊，重复就有力量哦。每一个心念的增长啊，都是因为在不断的重复。每一种业力的增长呢，也是跟重复有关系的。所以如果能够对治旧业，还止心造啊，那么在我们未来生命里边啊，要升到善气啊，得生善气啊，不足为难，那不会很难的。然而如是作者，实为极稀有耳。可是能够这样做的人啊，实在是很少，是极少极少的，很少的人。他不如是作，则一作恶气，便不能作善。如果不能这样做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圆满人生了，就是我们忏悔的、改过自新的、改善生命的，最好的机会。也唯有我们现在得到这样的身份啊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做。猪啊、猫啊、狗啊，他们是不懂得忏悔的，也不懂得去造善的，也不懂得行善的，就是，所以唯有人道。唯有狭满的人生啊，就是他才能够这个才有能力啊来做这样的事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狭满的人生呢，我们不懂得这个忏悔啊，不懂得改过啊，不懂得修善啊，不懂得修行啊，那么一旦堕落到恶趣里边啊，那就不能造善啊，那就没有办法造善行啊，那么只能横造诸恶，就不断造。你看那个众目之间啊，都是互相残杀，弱肉强食。它就是这样生存，动物之间它不吃动物啊，它没有办法生存。那么动物吃动物有没有罪过呢？啊，你们说有没有啊？有。这个当然也是有罪过的，他杀生嘛，他也是杀生嘛，但他杀生呢，可能他的这种是无意的，这个他的罪过啊，没有人这么重，因为他的心力很弱啊，他的心的力量很弱啊，就像我们一个人同样是造罪。杀人，你在梦里边杀人啊，你的罪过就很轻。如果你在白天杀人啊，你的意识很清醒的时候你杀人啊，那你的罪过就很重。所以这个造罪它是要有心去造的，如果这个心很弱的话，那它造罪啊，它这个罪业形成的力量也是相应的比较小。如果心很强的话，它这个罪业啊形成的力量也会特别的大。所以动物虽然也造罪，但是没有人，没有这个
没有人照罪的这个罪过啊那么重呢。所以这个人就是人这个也是人的特殊之处，人因为拥有这种超象思维能力，人的心力特别强啊。因为这种心力，所以呢我们如果用它很好的修行啊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做成利于一切众生。但是如果用这样一种心去造恶的话呢，树木也是万尘莫及，人要坏起来呀，那动物实在是不好比的。哎，你看那些什么希特勒啊，那些，哎，所以人的这种心，哎，就是这种思维能力。所以这个理性它是一种两面论，理性是两面论，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，好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做成，坏起来可以使我们万劫不复啊。因为它所造的，因为用这种理性的力量去造恶，它的这种能力就特别强了，作用就特别大了。同样的，从苦和乐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，人的痛苦比动物要复杂，动物也痛苦啊，动物是没有吃的，肚子饿的，冷的热的痛苦，就是生苦啊。可是人除了生苦还有辛苦，人吃的也有的，住的也有的，什么都有的，但是坐在房间里边会痛苦上三天三夜，就坐在那里想着想着就能想出痛苦出来的，想出烦恼出来的。所以人的心，因为人的思维发达，所以人会不断的制造烦恼。所以我说烦恼从哪里来的，世上很多人的烦恼都是想出来的，想着想着就想出很多烦恼出来的，然后越想这个烦恼就越大。你觉得哪一个人看我不顺眼，就想着这个人可能跟我过意不去。刚刚这么想的时候觉得有点不舒服，然后继续想，这个人哪一天干过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哪一天呢又这个说我的坏话，然后就不断想，会把这么一个很小的烦恼会想啊铺天盖地的。所以这个人的身份呢，我们要懂得很好的去利用它，就是强满的一生，不能很好的利用它，也会给我们造成万劫不复的这样的结果。那么如果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份我们不能很好的利用呢，我们一旦堕落到恶道里边去啊，就不能够做善，就会不断的造恶。即多劫间，即虽乐趣之名，亦不得而闻也。多劫间，一堕落到三恶道里边，就像是地狱道啊，畜生道啊，一堕落就是几劫，用劫来计算，劫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。是《入行论》中所说的，《入行论》中说，休息一下吧。